欢迎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这车现在不带插钥匙的啊，这车是遥控钥匙，谢谢你啊，我们是遥控钥匙啊。谢谢我们绅士的点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谢谢我们太阳小迷弟的点赞，大家一起帮我们把赞给我们戳上啊，宝贝们，一起把赞给我们戳一戳，戳一戳赞，我们才有福利，才有那个啥啊！欢迎我们新来的宝，你这鞋是不是10公分？我这鞋8公分啊，8公分。谢谢我们听风的关注，几个钱这车？这车不值钱啊，也就十来个吧啊，这车不值啥钱，十来个吧，反正也就是那个样子吧，不会到20个啊。你就买个顶配落地也到不了20个啊。然后这个的话是有3个动力版本啊，这台是有3个动力版本，我们是有1.5的，有2.0的，还有混动的啊。欢迎坦然，欢迎一路有你，你们都在看啥？来看腿的扣个一。看腿的扣个一，看车的扣个二，告诉他一下你们在看啥。看腿的扣个一，看车的扣个二，告诉他你们在看啥。三是啥呀？我没有三这个选项，只有一和二，只有一和二啊。看腿的扣个一，看车的扣个二。来，我们立马搬家，想看什么车你告诉我来。看脚扣啥？看脚扣眼珠子，扣眼珠子吧。是插混还是轻混？那个是增程，它如果是混动的话是增程。平顶山是不是狠的卖车？狠的卖车啥意思啊？平顶山狠的卖车啥意思啊？平顶山我跟你讲，就是平顶山这个汽车圈火起来吧，就是咱们就是拜丰田所赐啊，我们平顶山这个直播间确实是这个。热度不少，但这个热度是啥呢？就像你看，什么买找你买车送不送事儿？裙子在哦，这是个裤子啊，这是个短裤，这不是裙子啊，这是个短裤，不是个裙子。姐，你的丝袜好好看，这好看啥呀？这都有色块。哎呦妈，我刚发现，兄弟们，你看我后边，看见了吗？就这破质量，就这破质量，我是真服了。10个主播有7个都是平顶山的，那谁跟你说的？现在哪个 4S 店不做直播呀？现在每个 4S 店都做直播好吗？瞎线什么玩意儿？瞎线什么玩意儿？瞎线，那不乱，别闹。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主播后面我看看怎么了，后面勾丝了。欢迎林远航，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谢谢我们大家的关注啊，谢谢大家的关注，欢迎我们废弃矿区。大家如果说有想要了解的车型的话，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谢谢我们妞妞的关注，记得给我们加一个灯牌，可以给咱加一个灯牌，然后在我们小风车里留一下您的10个阿拉伯数字，大家一起帮我们把赞给我们点起来吧，我们点到5000，给大家来个净身高的转圈圈好不好？你这下一个也是平顶山的车，也是新能源，啥呀？我们家车不是新能源呀，吉利的话还是以油车为主的呀，吉利还是以油车为主，我们会有新能源，然后也有混动，但是我们还是以油车为主啊。咱们家的话还是以油车为主。我昨天还去平顶山，你离英城广场有多远？我不知道呀，我不是平顶山本地的。我跟你说，从我来到现在，我基本上我的活动范围就是公司家，而且不用任何交通工具，我天天就来回走路。我来了，天天就这样。油管上牛你的视频，油管是啥呀？主播，我的意思看一下后面的袜子，点到5000给你看，好吧？点到5000给你看，你是哪里人？我是总部的，有没有人知道总部是哪里？我是总部的，有没有人知道总部是哪里？主播有对象吧？没了。今天谁再给我在直播间提什么对象不对象的，我就打人了啊！我顺着网线爬你家揍你了啊！总部，郑州可不是总部。听说河南新能源车服务售后服务不太好。不会呀，怎么会？驻马店的，对，你看我们小江，就得有，就是总部设在驻马店。这是河南人玩的一个梗啊，就外地人玩河南人的一个梗。脚指甲盖什么颜色？没颜色。真的假的？什么真的假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驻马店的，我也驻马店的宝贝儿。
世界第一美女，你别这么，你这属于有点捧杀一样，人属于有点捧杀。来，点到五千给你们看一下，看后背好吧？点到五千给你们看后背。欢迎我们新来的宝子，欢迎大家啊！我们有想要了解博越 L 这台车的话，想要了解能不能看你背影直播，你点到五千，我给你看背影好不好？我一会儿去看看。他扯呢，你在这搞啥？你怎么可能啊？怎么可能啊，兄弟？我天天在这儿，我是一个精致全妆，还开了美颜。他还在外网上看见，还在油管上看见我的视频，那种视频一般都是啥？那都是卸了妆睡觉了，是不是？他说那视频都是卸了妆睡觉了，我都不是说的，卸了妆再没有美颜，你要能认出来我，算你长得厉害，啊，我算你眼睛长得厉害。我就说那个叫什么，王蒙眼睛都不如你的眼睛尺啊！天天听他搁那给你扯，说马上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劝你上高速返回去。没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来，我们五千赞了，五千赞，我们答应大家，我们后背就后背。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没有点关注的宝贝，给你看我后背，是因为后面这个地方勾丝了，看见没？侧边这个地方勾丝了，看见没有？多多，你还知道那个 APP？ 他刚说的呀，油管吗？他刚说的油管，然后他说外网的视频网站。声音勾色一城区还是没有，我是底下区县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阿丽的世界。大家如果说有想要了解的车型的话，可以打在我们的，你访问得了啊？我访问不了啊。他刚说的呀，我的，我跟你说，女生的手机对于这种类型的东西，就像是安了那个防火墙，你越不过去，越不过去，根本越不过去。大家如果说主播脚38、39的宝贝，我正阳的，离得近不？应该不近。欢迎我们厦门茉莉花，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如果说没有点关注的话，左上角可以给我们点一个关注啊！想要看我转过，想要看正面播的话，就点到10000，好吧？你们想要看背影播的话，点到5000了不是？然后我们想要看我再转过来的话，我们点到10000，我再转过去啊！我有办法，我没有办法，转过来呗，点到10000就转过去了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一路有你，欢迎叫旭宝，我一会儿看看，你有病吧你？看去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然后我们这边的话，主售的话就是我们吉利的一个既往的车型啊，咱们主售的话就是我们吉利的一个既往的车型。大家如果说不看正面就爱看背面，这什么爱好呀？这是啊，你这什么爱好就爱看背面？谢谢我们小心的点赞，大家一起帮我们把赞点一点，点到10000我就转过来了，好吗？点到10000咱们就转过来了。欢迎勇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李先生啊。谢谢我们只要你开心的关注，谢谢。欢迎想吃鱼的老母，后面比较好。那是我后面的话，他们说我不尊重人啊，播后面说我不尊重人，本来以为有机会的，怕是又没了，啥意思呀？什么意思？怎么联系主播？联系我干啥？不用转后面就好。嗨，光看腿的哪有心思看车？欢迎阿南，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谢谢我们靓仔的灯牌，谢谢。欢迎菲菲来，我们这个的话是我们博越的一个那个啥来着，博越的这个1.5触电的，不走了，叫驻马店，我不知道呀，后面吃啥买啥，前面买啥吃啥，你说我脸不好看吧？你说我脸不好看，我可不认呀，家人们，太丑了这衣服。那你要说丑的话你就别看了吧，对不对啊？你出去呗，你好像有病，我再给你请出去啊，再见。哎，我拉黑错人了，宝子们。小心冻感冒，不可能，太尴尬了。尴尬什么？很高兴认识你，谢谢你。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你是东北人吗？我是河南人。你在哪里上班？不明显吗，宝？吉利 4S 店，平顶山有道吉利 4S 店。我在哪里上班？我这个现在在干啥？我在卖车，宝子们，咱们是播车的。我们现在不是在播车吗？老嫂子袜子烂了，那袜子不烂，他们还不看了。那袜子不烂，他们就看前面了。你知道吧，袜子不烂他们就看前面了，那要不是袜子烂了他才不看后边的。
我是地道了河南人啊，我真的是地地道道的河南人，我就河南省河南庄。欢迎白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我可能是从东北被抱回来的吧，我可能是从东北被抱回来的吧，我可能亲爹亲妈都在东北呢。我觉得韩国人，韩国思密达，算了吧，还是。欢迎非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 M。对，他们不买车，袜子都买不起了。你看看，你们都不买车，我这袜子烂了也得穿呀，是不是？明天看还是这个烂袜子，为啥不换呀？没钱买袜子。阿多呀，怎么跟用？不是，他们不让我转过去，他们现在已经嫌弃我长得不好看了。他们不让我转过去，他们点了5000再让我转过来的，而且主要是因为啥吧？他们说我今天袜子坏了。来，然后这个的话啊，这个的话是 1.5 的一个高配，现在指导价的话是在一个 13.17 的一个指导价啊， 13.17 的一个指导价。坐后排看空间，你别看了，你看我得封号，我坐不了后排，一坐车里我就得封号。主播好像在网红区见过你，网红区是哪儿啊？我的，你看看我直播间这个人数，我能叫网红吗，哥啊？你看咱直播间这个人数，我能叫网红吗？你看我这点赞量，家人们，点个赞费老鼻子劲了。啊！我天天我一直喊着点赞点赞点赞，那手都不带动一下的，我都帮那手子干啥了，我都看不见有人点赞。欢迎我们新来的宝子，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看点了半天了，我自己还个榜一呢啊！谢谢我们马清水的关注，谢谢谢谢您的夸奖啊！大家如果说有感兴趣的吉利车型的话，一定要打在我们的屏幕下方啊！有感兴趣的吉利车型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屏幕下方，发个红包。没钱，那袜子都烂了，我还有钱发红包呢。有发红包钱我都能买个袜子了啊。欢迎君君，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如果说光看人了没事先看车，那咋整啊？要不往外稍稍，要不我出镜一下行吧，我出去光给你拍车，让你看看车，你看有没有你相中的车，行不行？我们家车的话有 SUV 有轿车，你看有没有你相中的，看看内饰，去一边数花吧。哇，我去一边数花你看车好了。我数数您这多少个花啊，来，12345678910111213141213142211223324321223324325326273123324321423424345326374134134145346474520。好嘞，50朵花啊，我数完了，我回来了啊。来，这个的话是。这个的话是我们的这个博越 L 的一个车型啊，能不能看你背影直播？你点到10000我给你看，走个秀，走个秀，你走啥秀？又没有人给我拿手机，我怎么给你走秀？没有人给咱拿手机，咱走不了秀啊。我们找个太阳地儿微一微吧，有点冷啊。不知道你瘦了，我开瘦身了，开瘦身了，现在直播可以开瘦身了，你那边不行吗？要不要这么实在？我不会，不用不会，就是那个美艳那个地方，你开瘦脸那个地方，开瘦脸那个地方有一个美艳，后边有一个美体，你可以开瘦身。替阿多清理一下衣服上的毛毛，没办法，养猫的人你知道吧，衣服上没毛不可能。我明天去拉推，可以。他那个就是那个眉眼那个地方后边有个眉梯，可以拉推，可以瘦身，可以瘦腰，都可以。上班去了，好的，试驾可以摸麦吗？你带着麦去试驾不行？可以吧，你带着麦去试驾。哎，这工作我让给你了，这主播你来当吧。冷死了，俺都不开空调了。10000背影对不对？对，点吧。数花，他打了那一溜花，他让我在那数了。
欢迎我们新来的宝子，豫州第一车主播，你别这么整，别说这个话，你别说这话，你要属于这属于啥？你这个叫捧杀，你知道吧？你这个属于叫捧杀，你到人家别的主播粉丝看见了，反手给我来一举报，你咋整？你还看不看了？是不是？咱不黑不吹，你该看看，该点赞点赞，好不好？这个人的 ID， 这个人的 ID 叫什么？提示：因直播内容低俗，一分钟后强制下播。你吓唬谁呀？我跟你说，你这个 ID 我都看见好几遍了。你第一次来的时候，我确实是有震惊到，但是现在我已经适应了啊。拉仇恨嘛，对，容易拉仇恨。看那是不看不到那是姐姐贴贴，想贴哪儿？贴脸。坐着聊会儿吧，没凳子呀，咋坐呀？没凳子咋坐啊？谢谢我们小姐我点赞，坐那儿你知道吧？你站着的时候，这个短裤也好，裙子也短裙也好都没有问题，但你一坐吧，他就只能他得把这个以上都盖住，要不然他不让你坐。欢迎一二三四，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我们人生人间什么玩意儿没看着。欢迎我们少司命。然后这个的话是我们的帝豪 L 的雷神啊，这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混动车型，这台是一个混动的一个车型。然后混动的话，旁边是帝豪 L， 对，这个是帝豪 L 的雷神。穿太多了不热吗？呀，这穿太多了，这穿的多呀，哎呦喂，咋的回事？你是哪儿的呀？你哪个省的？你给我说说来。你们省的女的天天出门都穿比基尼是吧？啊，这叫穿的多？你们省的女的这个天出门都穿比基尼，啊，她就是夏天出门她也不能穿比基尼吧？来，你告诉我你哪个省的来？她海南的，哎，不，我看了一下她的资料，她这资料显示 IP 是安徽 ，IP 是安徽，你瞅瞅，你看这眼圈黑的哥，你这个眼圈有点太黑了，注意休息啊，保护好俩大腰子啊，没事多吃点小烧烤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没有点关注记得给我们点一下关注啊。他海南的，我三亚的，三亚的，你家住海边吧，怪不得呢，管这么宽呢，怪不得原来是住海边呀。想我想的了，那能是想我想的吗？那眼圈想我想的黢黑啊，你那是属于啥呀？那正常人黑眼圈都是啥？在这儿你那眼圈都已经黑到眼皮上了，你那明显就是身体问题呀宝，你那指定不能是想我想的，你是指定是你就算是想我也是这晚上这个是吧，被窝里风太大了你知道吧，把谁当成我，你在被窝里那指定是风太大你知道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有没有库里南？没有库里南，哪有库里南？河南本来就冷，这么电已经很敬业了，主要是河南冷是其一你知道吧。今天的天气其实温度室外温度还可以，我们这个室外温度现在是12度，它问题就在哪了？我们这个展厅它是一个背阴的一个地方，河南应该都知道啥是个背阴啊，就是它不朝阳，你站这边就挺冷的你知道吧，就还又不开空调，它不朝阳就特别冷。我发的字看不到哦，我看到了，帝豪的纯油是吗？我们有四代帝豪是纯油的，没有帝豪 L 啊。帝豪的纯油的话是四代帝豪。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妹妹多高？净身高的话是172啊，净身高是172。欢迎王鹏，欢迎大家。没露肚脐不合格，你露一个来，我就看你那个面相，我都得知道你的肚子起码得跟那女的怀孕7-8个月似的啊。你把你的肚脐眼露出来，你那脂肪厚，没事你露吧，行不行？你露你不怕窜稀。我瘦我漏了，我跟你说我漏肚脐眼我怕我窜稀行吗？你胖哎，你那漏肚脐眼漏了无所谓，你不窜稀我窜稀，笑死我了。驻马店东北人吧，驻马店可能跟东北多少沾点关系吧，可能驻马店跟东北沾点关系吧。主播个人号多少？这个是纯油的，对，这个是纯油的啊。四代帝豪的话是一个 1.5L 的一个动力啊， 1.5L 的一个动力。然后巴黎世家能吊裆吊成这样吗哥？那巴黎世家要吊裆吊成那样它都不值那30000块钱。巴黎世家指定不能吊裆吊成这样啊。什么价位？这个的话都是10万以内啊，落地的话都10万以内，顶配的话是89900，然后起步价的话是69900啊。
说东北话掉颜值，我说河南话掉颜值不？说河南话颜值掉得快，还是说那个东北话掉颜值掉得快？你是不是猪八戒东北西拼了？能看看气囊质量怎么样吗？你来吧哥，你来，哎，你撞我，还是要不你来我撞你，中不中？你来我撞你，咱看这气囊往外弹不弹，中不中？那要不呢？你看看这气囊它还弹不出来呀，你总不能喊你好基地把气囊弹出来让我看看，也不能这么的喊嘛，对不对？你肯定是它有撞击，它才那啥。要不你块大行吗？你看我，毕竟你说我胖吗？我可能在女生里边算胖了，跟你比着那还是你胖，撞你吧，你跟堵墙似的，是吧？那气囊指定能弹出来，好不好？看精神高，看精神高可以啊，这闺女可带劲，这闺女得带劲吧？欢迎大家看看主播质量好不好？我质量嘎好呀，来看我们的侧面，侧面的话也是比较好看。轿车的侧面长得都差不多，轿车侧面长得都差不多，但是后边我就不给你看了啊。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顶配，顶配的话它是一个蓝白拼接的一个内饰啊。顶配的话咱们是一个蓝白拼接的一个内饰，如果您买这个中配或者低配的话都是一个这个都是一个纯黑色的内饰，然后这个的话是一个蓝白拼的一个内饰。翻个个让我看底盘。你说那什么屁话，你怎么不把裤子脱了让我看看，还翻个给你看底盘，你怎么个事儿你呢啊？我大力水手，我把车翻过个，我卖车过男的，是星瑞吗？不是星瑞，这个是四代帝豪，我们的小星瑞啊。方向盘不方不合格，你说这话我跟你讲，你巧了不是？这个方向盘它还真就是个圆的，你知道吧？这方向盘它还真就是个圆的，博越儿的方向盘是个方的，这方向盘还真就是个圆的。博越 L 的方向盘合格，你去买博越是吧？这车便宜，人家是个圆方向盘，是不是？博越 L 方向盘方啊，去买博越呀。不是，不是，是看车，不是看人。哎，看车看人差在哪儿了？你看我，反正你得看车，是不是？你看车，你得看见我，这导致于啥吗？去大马路上看见吉利都能想起来我。记得如果说在马路上看见哪个吉利撞了，给我打电话。我去给他拖到我们店里修一修，好吧？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看星瑞啊，看星瑞可以，给你看一下星瑞，腿部空间大不大？我觉得我腿算长吧，我觉得我腿算长吧。我们家车反正正常坐，我坐进去是没问题的。我们家车正常坐，哪个我都能坐进去。但直播有时候坐不太好坐，直播有时候坐的话我就是老坐那个边上就不是很好坐。这个就是星瑞啊，这台就是我们的星瑞。这个顶配办完多少？顶配办完的话大概在个十万左右吧，十万以内啊，十万以内能落地。吉利有没有 MPV 啊？我们家反正是没有，我们家反正是没有吉利的 MPV。 看内饰，看不了内饰，我拿着给你看内饰行，但是我坐不进去吧。我可以拿着给你看内饰，但是我坐不进去。这个我这个高跟鞋踩着个地，你知道吧？我使不上劲儿，一使劲就打滑。主播身材真好，谢谢您啊！这是您看我，这是您看我直播以来说的最好听的一句话啊！咱以后就保持这个说话风格啊。是沃尔沃的发动机吗？对啊，我们星瑞的话全系标配2.0，然后沃尔沃的一个发动机。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怎么看不了？为啥看不了吧？因为我坐进去吧，往上一坐，哎，你往上一坐，你得盖到这儿。但是我现在没外套，他让我盖太多了，我现在没外套。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站台啊！大家如果说有感兴趣的车型的话，都可以，你看这个，你看这个边儿，我不管它能掉到哪儿。然后星瑞的话，我们身后这台是我们星瑞的一个尊贵版啊，这个是我们星瑞的一个尊贵版，那不坐了，对吧？我一坐它得盖到这儿，不盖到这儿它就得封号，没办法，还没有你站这儿你看到的腿多呢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我们 DW， 欢迎大家啊！主播能一起去白龟山水库试车吗？那是哪儿啊？我也没去过呀，我不知道路线啊，你知道路线吗？我不知道路线呀。你为什么要脱鞋子？因为我鞋子。我站着，我要是坐在这个车上，我要是两个脚都穿鞋子，我打滑，看见没？看见没？我站着，我一使劲，我打滑，我怕我拨着拨着一屁股坐地上了。
我怕我播着播着一屁股坐地上了。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我看一下内饰。好嘞，我给你看一下内饰啊，等一下。我们如果说真心实意想要买车的各位宝子，真心实意想要买车的各位宝子，下方有个小风车，看到了吗？我们小风车的话，我们小风车的话就可以，小风车里面是可以留一下您的使用阿拉伯数字的啊。这个的话，尊贵内饰是一个灰蓝的一个双拼内饰啊，这台的话是一个双拼内饰。如果您买别的版本的话，都是一个纯黑色的一个内饰，像我们的时空啊，还有我们的那个叫啥来着，青绿呀、啊，都是翻毛皮的啊，都是翻毛皮的。然后这个的话是一个灰蓝的，内置也脱掉，不行，那不行，不礼貌，不礼貌啊。打滑就一字马，我不会一字马，一字马不了谁，他妈穿高跟鞋能一字马呀？你好像有病。买车能不能送我个媳妇儿？有钱买车，没钱娶媳妇儿。那要不，啥时候等这个买卖妇女也合法的时候，我们考虑一下这个事儿，行不行？就主要现在中国这块儿吧，就是对妇女保护可能比较多。这个买卖妇女吧，它不合法，但买卖男的可以。你要是个女的买车，想要个男朋友的话，我可以考虑一下给你送个男朋友，行不行？主播嫁你得了，那真的是，你可真是癞蛤蟆。算了，不说你了。你是好像癞蛤蟆玩杂技，你长得丑，你玩的花。欢迎大家来到，有星月 L 了吧？没有星月 L， 哪有星月 L 了？现在。点赞吧，赞还没一万呢，给我冻死了，真冷。欢迎佳琪爸比，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如果大家有还有想要了解的车，都可以告诉我啊，你白给我，我不要你的，我白给你。你这想什么好事呢你啊？你想啥好事呢？你可真是长得丑，你想得美啊，还白送你，还白送你，你不要，真是。我的博越开了7万公里了，现在还杠杠的，是不是？那现在国产车，也不是说这个不是说国产车不啥车开7万公里也是杠杠。现在的车的话，我们车的技术还是越来越成熟的啊。无论什么车，技术这个7万公里啊，或者你开个10年，基本上都没问题的。直播间里都想买车送给主播呀，那你可说了。如果直播间里的人都想买车送给我的话，真的咱就不说了，一人一台，我立马开 4S 店啊。我干什么主播呀？我直接开 4S 店卖二手车去。我是为那哥们儿着想，为那哥们儿着想，为哪哥们儿着想？哪个哥们儿？你给我讲讲。现在哪有哥们儿？估计他怕身体吃不消，那不能够，那不能够啊！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今天不是暖色了，看来今天阳光明媚啊。今天阳光也不明媚啊。今天哪有阳光啊？今天有阳光明媚，我就站阳光那儿了。就是因为今天阳光不明媚，所以我不是就瞎溜达。欢迎星辰，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 Tall Siri 通过分享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是东北人吗？我是河南人。我是河南人，我正儿八经河南人。俺家是中部了，又没有人知道中部是哪儿了。有你的地方就是好天气。今早上嘴上告猪油了吧，哥？今早上出门的时候拿那猪油搁嘴上告了告吧？那咋能说出来这种话呢？真的是，你咋有点东北口音？驻马店？对呀，老妹儿，你肯定是吉林四平的，不是？不跟河南人处事儿。哎，兄弟们，他歧视河南人，骂他！他歧视河南人，快点骂他！正儿八经的河南大美女，对我正儿八经河南人啊，我真的河南人。欢迎小张同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大家如果说有想了解的车型的话，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公屏上啊。有知道总部是驻马店的，应该都是河南的吧？是不是？他说咱不能跟河南人处事，快骂他，他咋回事？网暴他，让他感受一下网暴的威力，网暴他。欢迎心想事成，欢迎大家，谢谢我们李帅点赞，我们先往一万赞冲一冲，怎么那么难呢，家人们？你知道中原在哪儿不？河南不就是中原呀？河南不就是中原吗？但是河南分豫北和豫南，河南分豫北和豫南。
骂我们河南人的要向全河南省道歉，公开道歉。对对，说的对。欢迎我们苦尽抖人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欢迎一豪，欢迎大家啊！谢谢我们一夜秋风的点赞，我点不动了，家人们，我点不动，他说我点太多了，你们自己点吧，点到一万好吧，我们点到一万再给大家上才艺，我们是五千一万五这样去给大家上才艺，新菜路过遇难，你是新菜的，我是那个就是。那个打铁花，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打铁花的起源于哪儿，起源地有没有人知道打铁花的起源地是哪儿的？2亿的项目想跟我合作一下，我自己这个资产啥样我自己心里有数啊，这个2亿的项目的话，不行你跟马云商量一下吧，马化腾也行，姓马的有钱，我不行。安阳不是呀，不是呀，咋能是安阳了？打铁花呀，打铁花呀，你百度一下。那样说吧，就是那个就是现在国内最大的军事基地，我们那边有这现在国内最大的军事基地。早上好呀，早上好，原来是雀山美女哦，是不是？有懂的，真的是不愧是新菜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贵阳是河南的吗？贵阳是驻马店的吗？啊，看看极佳 L， 我们家没有啊，宝贝儿，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这个车，咱河南人都懂，咱驻马店人都懂，你知道吧？河南人不一定都懂。美女好高呀，长得有点高了，长得有点高了，可能触及到某些男人的自尊心了。为了销量不择手段，我咋不择手段了啊？我是怎么个不择手段法了？我还为了销量不择手段？你问问在座的各位，他有没有愿意找我买车的？我为了什么销量？你问问他们找不找我买车？你整的跟真事儿一样。你买车能不能在我们小风车里留个您的联系方式？小风车里能不能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主播之前是做什么的呀？我之前做过什么？我之前做过新娘跟妆，我在 4S 店做过后勤，就是分析或者是内勤这块我都做过。我是从去年开始做主播的。星瑞尊贵优惠多少？星瑞的尊贵优惠多少？星瑞现在的话，综合优惠应该也是在个两万左右，综合啊，综合优惠跟我们的现金优惠还是有差别的。如果想要了解我们现金优惠，或者说您的这个分期的一个月供是多少的话，都可以在我们下方小风车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啊，在我们下方小风车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那你的个人抖音号是多少？我个人抖音号不直播，宝子，我个人抖音号不直播，现金优惠不能在直播间里说，现金优惠不能在直播间里说呀。站这儿吧，这边还有点太阳，那边太冷了，冻死我了，快，人都要给我冻没了。主播号在榜一，号在榜一，但是。我说能不能看你背影直播，你能看我背影直播，但是需要你点赞点到一万，需要你点赞点到一万才能看。你穿的太薄了，对，就是穿太薄了，但没有办法，我们这不是大家都是为了生活，不是，都是为了生活。欢迎我们一夜秋风啊。结婚了吗？没有，单身。这短裤太长了，大袜边吊裆，我也没办法，我也不想把这个袜子边露出来，关键它吊裆啊，主要它吊裆，我也没有办法。欢迎我要发财，欢迎大家。你看车，看车的话，在我们小风车留一下您的十位阿拉伯数字啊，够了是吗？主要腿太长。也不是腿太长，就是它就是吊裆就很烦。
腿太长了才掉的，那倒也我觉得不是，来这里没有一个看车，都是看你的。我觉得我建议你们多看车，看净身高。你看我净身高，你在这里工资是多少？那哪有打听人工资的呀？我不要隐私的啊，打听人工资干啥来？我不要隐私的。一万了多噻，哦，一万了不是要看净身高看后背吗？我这不是转过来了吗？不是要看后背吗？我这不是转过来了吗？背对干什么？他们让我背对着的呀。他们说要看我净身高，看我背，看我后背，他们要看的呀。穿成这样就别闲人问。哎呦，您他妈这不是，哎呦，被害者有罪论是吧？你说那种被强奸的也是他该是吧？啊，他就该，谁让他是个女的呢？是吧？谁让他晚上出门呢？您这意思吧？啊，这位马可啊。来，你自己瞅瞅你长了个样子吧，你自己瞅瞅你长了个样子吧。哎，真服了。兄弟们，你瞅瞅他长那个样子吧啊，你看看他长那个样子吧，你们瞅一眼来，你们大家好好瞅瞅，你瞅这个样子来，你瞅瞅他这个样子，你说他说那话，那这不是有病吗？那不是啊，啊说那都是这什么屁话？欢迎杨小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好看，那七眼八瞪了一天天，真的是，啊不骂你两句都不知道自己姓啥了。长得跟那长那么潦草，一天天说个话，真的是跟放屁一样的，哎，都不如人家放个屁，人家放屁还臭臭了，你说那话的前任简直是有病。竟然不回答我了，啥呀？给你请到我店里来吧，我没打算跳槽，谢谢你啊，没有跳槽的打算。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转过来，转过来了，欢迎大家。正面不穿鞋会被提醒吗？不会啊，不会。来我店里来主直播吗？就不了啊，宝贝儿，不了。把它变成小强才四，还赤脚好看。主播背过去看帅哥呢，哪有帅哥？我们店哪有帅哥呀？我们店哪有帅哥呀，兄弟？店都没有个好看的。月薪888，希望你的月薪也能888。欢迎绝绝，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谢谢我们剑的关注，谢谢。怎么不穿七档了？什么七档了？主要是没想到他会掉档，掉这么厉害。主要是没有想到这个袜子会掉裆掉这么厉害。你说它弹性大吧，哎，它也能提上来，然后过不一会儿它就又掉下来了。我没有月薪，我是年薪。哟，干大买卖呀，这一看就是当官的呀，是不是？烦死了，这个袜子真服了，又是被坑的一天。啊，我今年买丝袜已经踩了两次雷了。我今年已经踩，我已经这个袜子已经买了两次，都两次都是这种。谁把你袜子撕裂了？我自己网上刚才网上提的。干嘛的？卖吉利汽车的，你也是做吉利汽车的？哦，原来是这样。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欢迎我们新来的宝子，欢迎大家。我们是吉利的一个直播间啊，我们是吉利的既往，咱们家是吉利的既往啊，欢迎大家。穿个薄的，这不就薄的吗？
买100多的，我在苏州这边，好吧。坐后排看空间，看不了，看不了空间啊，看不了空间。小钱，你有男票没？我没有。但我厌男，不喜欢男人。欢迎 F，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传下去，我同性恋。传下去吧。你多大？25，14岁喜欢我正常吗？太正常了。你140岁喜欢我都正常。谁是你男朋友？没有男朋友，不喜欢男的。我不喜欢男的。欢迎我们03139，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我们新来的宝子，欢迎大家的关注，谢谢大家的关注啊！我们记得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给我们亮一下灯牌啊，可以把我们灯牌给我们亮一下。欢迎我们什么清醒150啊，150是卖爱你也不是，那对老子还不喜欢你呢，你不喜欢我你在这看我，不喜欢我在这看啥嘞？你给我讲讲，不喜欢我你还在这看我，你怎么了？你有自虐倾向？姐姐腿和你命一样长，别这么说啊，你命肯定比这长。祝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宝贝儿长命百岁，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早上好呀，现在已经上午了还给他早上好，上午了宝宝，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主播你不是背影直播的吗？我不是背影直播呀，我一直都是看脸的，我一直都是正面直播，我无所畏惧，你知道吧？反正我这都跟你们说了，不喜欢男人，我无所畏惧，露脸咋了？也不说嫁不嫁出去，我无所谓，哎，无雕所谓。腿咋这么长？100岁不让考驾照？没关系，我开车带你，我可以开车带你。腿咋这么长？妈妈生的呀。我妈就腿挺长的，我妈个子也高啊，咱就是属于一个遗传。哎，以后我闺女儿子指定也不能那个啥。欢迎小火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我们爱阳。大家如果说想要了解我们车型的话，记得告诉我啊。想了解任何车型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屏幕下方。想了解任何车型都可以打在我们的屏幕下方。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是吉利的一个直播间啊，我们是吉利平顶山有道吉利，合着我长你不长呗。我永远定格在25岁，我永远定格在25岁。哪个是你的抖音号？我抖音号不直播，宝贝们，咱们只要关注我们公司抖音号就可以啊。关注我们的公司抖音号，然后加一下咱们的灯牌，然后也可以加一下我们的那个加一下我们的粉丝群啊。咱们直播的话都会在群里直接通知的啊。直播一开播的话都会在群里直接通知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我们只要有感兴趣的车的话都可以告诉多多啊，有感兴趣的车都可以告诉多多，然后多多可以带大家去看一下。有点害怕呢，我怎么？你别害怕，我就是那老妖精，我就是那老妖精。为什么现在卖车的都这样呢？因为你们爱看，你不爱看你也不能刷到。星瑞尊贵版我们现在展厅有现车啊，宝贝们，我们是有展车的，然后也是有现车的。点开我们下方这个小风车，看到了吗？点开我们的小风车，然后留一下您的这个11位幸运数字，我们就会联系你了啊。你出现在我睡的美颜，你真辣还是那么可爱，谢谢。小钱，你98的吗？对，我98的。女生也爱看正常吗？太正常了，宝贝儿，我就喜欢女的。太正常了吧啊，我就喜欢女的，我厌男症，你知道吧？我讨厌男的。我跟你说了，就这个穿搭这个块儿吧，
就浅色这一块吧，就是展男不展女，就咱关注就是黑丝这一块，黑色这一块吧，展不展男不知道，我觉得还是比较展女的，找个媳妇还是没问题。所以一百来人都是来看美女的，那必须毕呀、啊、你以为他们是来看车的，那谁心里没点那啥数啊，是不是？对对对，女的就喜欢这种就是看起来比较屌的那种穿搭，男的就喜欢那种小白兔。为什么你知道吧？为啥男的都喜欢那种比较弱的女的？就是因为他自卑，他觉得这种他把控不住，哎，他就进来就诋毁你骂你啊，你穿成这样还不让人说啊，对对对对对，哎天见不着，可是你长个嘴，可是让你玩了个智能手机，脚为啥放出来？那脚疼啊，你穿个这种尖头高跟鞋你试试，你看能看看看没看着我手，给你看我手，看见没，我手就胖，我那脚能瘦吗？啊，我脚能瘦吗？我脚也胖，那给他往里有塞着，他难受啊，他挤得慌啊，他疼啊。想吃麦？吞了吧，我还一个呢。吞麦，我还一个呢。我喜欢我这样的女人，可是我也喜欢我这样的女人，咋整啊？我也喜欢女的，咋整啊？欢迎强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你无邪了呀？我多纯真呢，我纯爱战神呢，我无邪，我纯爱战神。欢迎我们踏雪寻梅，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们这边的话是平顶山有道极地的一个直播间啊。然后我们身后这台的话是我们帝豪 L 的一个雷神的一个车型，这台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混动，就是我们的第一台车，或者说女生的第一台车的话都可以考虑一个这个车。轿车的话，轿车的话比较好停，而且轿车的话就视线也比较好，而且这个的话是一个混动车型，女生就加油也不用考虑说油耗会高呀或者怎么样。小钱你多高？我净身高172，我觉得你直播就有趣，互动性比较强。但有的人觉得我直播太凶了，有的人觉得我直播太凶了，比那些干念词儿的强。干念词儿比如说什么，点点关注不迷路，主播带你上高速，关注都不点的感情指定是走不远啊，灯牌都不上那你都是在闲逛，是不是？都是提前备好的词儿啊。大哥风大哥雨，咱家大哥就是牛逼，是不是？天天给那男的夸得一愣一愣的，哎，我就不的，你愿意看看，是不是？我就知道你们也不买车，我哄你干啥呀？钱多多呀，你咋知道我叫钱多多啊？对对对，就是这些。主播有一点幽默，有一点搞笑在身上的啊，他们没有多在真诚。谢谢你，谢谢谢谢。走近一点看看，走近一点看看。你想看啥？想看我脸吗？你看我脸，脸长还行吧，我觉得啊，还行吧。我这领子有点大，我得捂着点，我领子要不就得掉下来。景海高启兰，哎呦，我喜欢高启兰那个类型，就很帅。他们高启兰那个类型是帅。主播可以说脱口秀，怪不得他们说我像李雪琴呢，怪不得他们说我像李雪琴呢。欢迎飘扬，欢迎清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肥仔肥仔中午好。肥仔行吧。细狗细狗中午好。你好你好你好。讲段子比梦遇强，是不是？我就比较喜欢这种，就看起来就是比较御姐那种成熟女性。我不太喜欢那种，就不是说不太喜欢嘛，我可以接受，但是我更想成为的那种人的话，就是比较御姐那种。我不太喜欢那种就是可可爱爱白莲花那种，就不太喜欢那种。那男的喜欢，就现在就是国内的审美的话，还是白瘦幼会居多。你袜掉能不能穿好？我也想穿好，就是因为想穿好，他才给他勾烂了的。就是因为想穿好，一直提才给他提烂了的。我没分儿呀，兄弟！我一生行善积德，刷到你是我应该的。我一生行善积德，受到你的夸奖是我应该的。男生都喜欢白瘦幼，对，男生都喜欢白瘦幼，但女生其实当下的女生的话，更希望
更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独立女性，对吧？就成熟一点，然后那种御姐那种，其实女生就还好。那你再往上提一下呗，不能提，这啥口音？这啥口音？这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地地道道河南人，但可能因为性格原因嘛，我会比较喜欢东北人。我性格原因可能会就比较喜欢东北人，就那种比较豪爽，然后就是比较直接那种，所以可能我的口音会有点往那边去偏吧，我也不知道。为啥这么红？红咋会红啊？我想知道榜一全名，那不能让你知道。丝袜不是包心丝，包心丝是啥呀？我不懂啊，啥包心丝？我意思你往上提一下。我咋提啊？我提就得从这儿往上提，不好提，提烂了都，提烂了我都。这媳妇身材真好，谢谢你没说这娘们儿。谢谢你没有说这娘们身材真好，谢谢谢谢。包心丝有弹性，不会勾丝。这玩意儿，这丝袜都得让你穿，我都不懂。这丝袜都得让你穿，我都不懂这么多。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来，我们这边的话是吉利的一个帝豪 L 的一个车型啊，帝豪 L 雷神的一个车型。我们这个如果想要一个纯电车的话，咱们也有啊。纯电车的话，我们有几何 M6。然后如果您要想要一个就是上班通勤用的一个纯电车的话，我们有熊猫 mini 啊。熊猫 mini 的话，就是女生的话，就是比如说就在当地啊上班干嘛的，遮风挡雨非常的方便啊，39,900起。那个车的话也非常的划算。再不然你穿长筒的。长筒到这儿的吗？因为我那种半筒袜封号，半筒袜封号。欢迎我们善良就是成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饿了，早上就吃俩鸡蛋，嘎嘎饿这会儿。能不能再往上提一下？我点到15,000我就给你提一提，点到15,000我提一提。没加根肠，家里没那条件啊，穷啊，家里没那条件啊。鸡蛋不能吃两个，为什么？看一下冰月吗？冰月那边光线好差。冰月那边光线太差了，站那老冷，站这暖，我这有太阳。我主要站这有太阳，我才站这的。这哪款车？这个是帝豪 L 的雷神，这个是帝豪 L 的雷神。欢迎心情不错哦，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欢迎刚刚。要开始忙了 ，baby。好的 ，baby， 你忙去吧。小贱动一动姐姐，我的，啊，出你嘴里。还动一动，我跟你说，我这会儿脚疼的我都勾不下去，我脚疼的我都勾不下去，我还动一动，我动不了，这样动一下可疼了。我是出门一般不会穿高跟鞋的，出门不会穿高跟鞋，除非是啥的，除非今天出门全程不用咋走路，是吧？就是让我当一个漂亮的花瓶往上一杵，是吧？出门上车了，到地儿坐那儿了。我会穿高跟鞋，但凡就是出去让走路的，我都不会穿高跟鞋。我脚胖啊，穿高跟鞋难受啊。一般约会才会穿，约会也得看这男的海拔吧，兄弟，是不是？如果跟女的约会的话可以穿，跟男的约会就不穿了。看内饰多大脚啊？看内饰多大脚？多大空间吧？多大脚？内饰多大脚？